昨日我哋慶祝呢個聖召節，教會咧就用呢個約望福音第十章一至十節嗰度咧就讀出嚟。今日咧就係繼續落去啦。剛才我哋所聆聽嘅第十章第十一至到第十八節，我自己咧就啱先睇過，就係教宗本篤十六世。咁當佢做書記嘅時候咧，Ratzinger 書記咁啊，佢寫嘅嗰本書就叫做《納雜力人耶穌》啊。咁呢本書咧，雖然係一個文集，咁其中咧就有好大嘅篇幅咧係講及約望福音。咁佢咧就有好幾有獨特嘅見解解釋琴日同埋今日嘅我兩邊嘅讀經啊。咁佢首先咧佢放眼長嘅好闊嘅眼光嚟到睇今日嘅福音。佢話我哋一跳就去到約望福音最後嗰幾句説話。咁啊，廿一章第十五至到第十七節。咁啊，耶穌復活咗之後咧，後來多次顯現俾門徒啦。咁啊，最後一次咧，照福音所約望福音所寫嘅咧，就係佢哋食完早餐後，咁耶穌又出現啦。咁啊，特別對伯多祿咁啊，佢話：約翰的約望的兒子，你愛我嗎？咁樣。咁伯多祿咧就答話：主，你知道我愛你咁樣。咪耶穌咧就話：你喂養我嘅羊。咁啊，第二次跟住耶穌又再問佢：你愛我嗎？咁樣。伯多祿咧又話：你知道我愛你咁。耶穌就話：你牧養我嘅羊。咁第三次咧。一而再再而三，咁又問佢：你愛我嗎？咁樣，咁佢都覺得好尷尬。我都講咗話係我愛你啦，咁佢就話係我一定係愛你咁樣。咁耶穌咧又係重複：你喂養我嘅羊。咁啊，教宗咧即係本篤十六世咧，佢就話：咁啊，乜嘢係今日我哋所講嘅我就係呢個。羊嘅門啊，羊站嘅門呢個門嘅意思係乜嘢咧？咁樣樣咁啊，佢話咧就係呢個門咧，其實咧就是、主耶穌基督就係個門。咁因為咧，佢哋所有嘅喺聖地以前嘅人咧，佢哋都係放羊啦。咁放羊之後咧，後來咁啊到黃昏嘅時候咧，佢一定係去到一個嗰啲羊棧嘅處，即係有啲籬笆咁樣圍住曬佢哋。咁就有個入口噶，咁佢自己啊瞓喺嗰度嗰個門口嘅樹，咁有乜嘢盜賊嚟嘅時候經過就係佢，就會即係一定係聲動咗佢，乜嘢困難都係先係佢自己嗰個牧羊人先。咁個牧羊人咧，但係唔係普通嘅牧羊人，咁所以咧佢首先咧就係耶穌自己先。咁啊耶穌咧就然之後將嗰個權交俾伯多祿。伯多祿咧，亦將呢一種咁嘅即係羨慕嘅積分咧，同其他啲宗徒以及今日嘅所有嘅神蹟，甚至教友一齊嚟一齊咁樣樣嚟分擔呢份咁嘅羨慕嘅呢份咁嘅職務。咁啊，教宗咧跟住咧第二點咧就指出嚟啦。佢話咧第十章嘅一節唔單讀到十節，而且去到咧。今日的福音去到成二十節都得啊，咁樣樣咧，應該咁樣闊嚟睇呢度，睇出嗰個牧者啊，羨慕咧啊，佢話我係羨慕，羨慕有啲咩質素咧？咁樣佢話四大嘅質素，四大點。第一點就係首先佢話咧個羨慕咧係目的咧係幫助啲羊啊。能夠得到更豐富的生命，所以咧，我哋咧就喺
嗰、那個搭唱詠啊，時時都咁講噶啦。咁就話咧，上主咧啊係我哋嘅牧者，我哋失無所缺，即係聖命第廿三首嗰度，佢幫助我哋去到青草綠地上。嗰啲羊群咧喺樹食啲好嘅草啊，咁樣之後咧，佢就肥肥大大啦。咁啊，即係俾好嘅生命佢。咁啊，第二點咧，善牧咧，第一樣嘢就係幫助佢。第二咧，就係肯為羊嚟犧牲自己啊。有盜賊嚟嘅時候咧，即係今日嘅福音所講啦。有盜賊一嚟，佢自己唔會話自己先走，佢自己咧仲更加要喺樹啊，同嗰啲豺狼啊搏鬥啊點樣樣，寧願犧牲自己嘅性命都要保護啲羊群。咁啊，第三點咧嘅質素咧，做個善牧咧就係同嗰啲羊咧好熟啊，能夠呼喚佢嘅名字，好似尋日嘅福音嗰度所講嘅咁樣咧，嗰啲羊亦聽慣佢嘅話聲，一講嘅話聲咧，佢就知道呢個就係牧者啦，就係我嘅牧人啦。咁所以咧，就要彼此之間嘅關係好密切。咁最後咧，佢話個善牧咧，亦都係今日福音所講嘅，就係胸襟好廣闊，所有嘅羊咧，其實咧我都歡迎都要將佢咧帶翻去我羊棧裏頭，成為一牧一棧。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善牧嘅呢個四大特點，呢個就係教宗佢本篤十六世佢所講出嘅善牧。咁好多人話咁我哋又未曾做神蹟界，咁樣我應唔應該做善牧咧？每個教友都可以做善牧，因為咧我哋領咗洗咧唔單獨咧雖然未曾係領神品但係咧我哋都一樣有個召叫，呢個就普通嘅聖召。這個普通聖召咧一樣係咁樣樣，咁啊聯同嗰啲神蹟嘅聖召咧一齊咁樣樣，成為天主子民我哋咧有牧養啦，其他嗰啲嘅教外人士啦有傳揚福音啦同埋咧有甚至咧向佢哋施行聖事啦等等。咁所以咧呢啲咧都係我哋每個人都係牧者甚至咧我哋教友弟兄姊妹都牧者，讓我哋咧繼續咧聽取主耶穌基督嘅教導，尤其是亦都係將教宗本篤十六世嘅解釋咧，特別咗指出嚟嘅作為牧者嘅嗰啲咁嘅重要嘅質素都能夠放喺我哋心中，放喺我哋嘅生活上。